这个台中火车头未来捷运南线甲甘仔线会伫遮交汇，不过台中市府初步规划，这两线的站体离大概380公尺，安尼到时要换车实在真不方便。立委何兴顺办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考察的行程，江启臣也有来。蓝线的这个站体跟橘线的站体，两边的距离高达长达380公尺左右哦。那这么长的一段路一段距离，那未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连接来解决？捷运路网的行程啊，能够带动复兴，带动整个城市的一个更新跟创新。这两位拿了的立委拢被点名，是不是有可能选下一届台中市长？另外，民众党的台中市党部主委江和秋，伊就徛伫江启臣的边啊，就加油啊，江委员，他就站在旁边。你说江江联手吗？前几日，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来到台中代理铁佗，江和秋就讲，假使郭文铁要选台中，是党员共同的期待；假使若无适合的人选，可能会支持江启臣。江启臣如果是为了台中而战的话为人民，当然有机会合作，我们也会来支持。台中市也不是政党合作蓝白合的试验场，那如果说希望用这个政治的声量来博取这个选票，那我想市民是不会买单的。台中市长的选举对蓝白合江启臣真有信心，总是民进党的何兴顺，伊是认真走基层来准备下一遍的选战。那能够为大台中的进步来加油，那我也要加油。那中央呢能够尽全力我一定能够要求中央呢能够来支持我们台中的发展。另外，同款是台中市立委的蔡其昌，伊就呼吁市府唔通未记咧海线乡亲，绝对要纳入清水延伸单。三位选市长呼声较悬的人选，拢关心交通议题，为台中市民争取权益。民视新闻综合报道。赶紧替您处理 MOD 的遥控器，在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为您带来上届及时、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